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新世界の原子量と申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大家好，我是新世界的严世良老师。在上一讲当中呢，我们学习了新编日语教程第四册第八课的单词。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第八课的文法。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句型啊，一方で。那么一方で的话，大家首先注意它的接续的话呢，要掌握一个大的前提或者叫大的原则，就是一方呢，它是一个名词。所以大家观察也会发现，所有词的接续一般的形式呢，都跟它们接续名词的形式是一样的。所以名词是加上 no 一般的，对吧？然后一形容词呢是原形加上一般的，那形容词呢是 na 一般的，而动词呢也是用原形加上一般的这个形式。那么在这里啊，从形式上来说的话呢，大家注意几点。首先，第一点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一波的这个 day 呢是可以省略掉的，所以它到底是一波还是一波的这个形式出现，意思是不改变的。而且有的时候啊，我们甚至可以在这个 day home 加上 wa 构成了一波 day wa 这个形式啊，意思也是不改变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现在我们所讨论的，不管是名词加上 no 也好啊，一形容词原形加 na 形容词 na 去加这样的接续形式呢，我们都是把它认为一般的是跟在了前句的句末，逗号和后句隔开。那实际上呢，这个一般也好，一般的也好，它同样可以啊，前句句号结束之后呢，放在后句的句首，再逗号跟上后项，这样的一个放置的形式也是可以的。换句话说，这样就和一个接续词的放置位置基本上是一样的。其实呢，意思是不改变的啊，不管你是要把一般放在前句句末，还是放在后句句首，含义是一样的。那么当然，放在后句句首的话呢，我们也不用再考虑它的接续的形式，对吧？因为它是后置的第一个单词嘛。那么这一波它表示什么意思呢？它表示一方面，另一方面啊，它往往可以指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那么大家注意了，这两个方面可无所谓，无所谓是都好还是都坏，还是一好一坏。所以，所谓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它既可以是两个方面都是好的方面，也可以是两方面都是不好的方面，也可以是一方面好，一方面不好啊，也都是可以的。或者呢，这两方面都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的方面都是可以的。那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例句啊。第一句，兄は塾の先生として働いている一方、小説の執筆にも励んでいる。兄は塾の先生として働いている一方、小説の執筆にも励んでいる。那么哥哥他的身份呢有两方面，对吧？一方面呢，他作为这个叫做补习班的老师啊，在工作着；另一方面呢，他也努力在写小说这一方面。一方面，另一方面用法。好，再比如说第二句，村上さんは仕事に熱心な一方で、ボランティア活動にも積極的に参加している。村上さんは仕事に熱心な一方で、ボランティア活動にも積極的に参加している。村上这个人呢，他一方面很热心于工作啊，一方面呢又积极的参加志愿者活动，对吧？当然这两方面也都是好的两方面了。好，下面第三节，日本は電子製品や工業製品の輸出大国である一方、原材料や農産物の輸入大国でもある。日本は電子製品や工業製品の輸出大国である一方、原材料や農産物の輸入大国でもある。那么日本呢，一方面是电子产品和工业产品的出口大国，另一方面呢，它又是原材料和农产品的进口大国。再比如说，都会の人口はどんどん増えている。一方、地方では過疎化が進んでいる。都会の人口はどんどん増えている。一方、地方では過疎化が進んでいる。那么，都市的人口呢，在不断的增加；另一方面，地方的人口，小地方人口呢，在面临的越来越少的一个状态，对吧？所以，一方啊，它放在两句话当中，那再强调一下，不管是放在后句句末。不管是放在前句句末啊，还是放在后句句首，不管有没有这个 there，有没有这个 there，它的意思都不改变的。它是指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个含义。那么一方的一方，除了这个一方的这个用法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用法。另外用法的话呢，我们是一方的这个形式出现啊。那么大家注意了，
这个代出来的话，自然它就是用来结句的，对吧？句号结束。那么一波的，它的接续前面跟的是动词原形加上一波的，这个接续大家先记住了。那么动词原形加一波的之后，它表示什么含义呢？它是表示某一个事情、某一个状态呢，一直朝着某一个方向不断的猛的一个劲的在发展。所以它往往翻译中文就是翻译成越来越怎么怎么样，或者一个劲的怎么怎么样。说到这个含义啊，很多同学会想到，其实我们在之前第三册当中，我们学过另外一个句型叫做动词原形加上 bakari 的，对吧？我们学过动词原形加上 bakari 的这个形式。那么动词原形加 bakari 的，它也是表示事情这个状态朝着某一个方向一个劲的越来越在不断的发展当中这个含义。那么一波的和巴卡里的之间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说他们俩之间是一个约等的关系，也就他们是非常近的句型。但是相对于巴卡里的来说，一波的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中性的一个句型。换句话说，它既可以用在好的一方面，也可以用在不好的一方面。但是大家记得我们当时在讲解这个巴卡里的时候，我们就讲过啊，因为巴卡里这个词本身的语感，它的这个语气就不会是好的语气，所以任何由 bakari 构成的这个形式也好，句型也好，或者 bakari 这个单词本身用法也好，大家会发现它都是用在比较消极的贬义的情况下比较多一点。所以同样的，动词原形加上 bakari 的这个形式呢，它也是主要用在不太好的方面啊。这就是一波的和 bakari 的区别，就一波的好事坏事都可以用，但是 bakari 的主要用在坏事上。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句。最近学校の成績は上がる一方だ。最近学校の成績は上がる一方だ。啊，最近啊，学校成绩在一个劲的上升啊，这个意思。再比如说，温暖化の影響で地球環境は悪化する一方だそうだ。再说一遍，温暖化の影響で地球環境は悪化する一方だそうだ。啊，听说。由于地球暖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地球的环境呢，正在一个劲的恶化当中。再比如说，近年ネット通販を利用する人が増える一方だ。近年ネット通販を利用する人が増える一方だ。啊，近年呢，使用这个网上这个销售的人，就在网上买东西的人啊，一个劲的增加了，对吧？再比如。梅雨も明けてこれからは暑くなる一方ですので、お体を大切に。梅雨も明けてこれからは暑くなる一方ですので、お体を大切に。这个梅雨季节呢也过去了，接下来啊天就会一个劲的越来越热，所以呢请要注意身体啊，这样的含义。啊，所以一方的和一方的，一个放在两句话当中，一个放在一句话句末，虽然都是一方的用一方这个单词啊，一方，但是他们两个句型的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实际上呢，大家也会知道啊，一方呢就这两个用法，我们在中级呢全部学完了，高级呢也没有新的一方的用法了，所以一方这两个句型的用法一定要牢牢记住了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下面一个形式，ならともかく这个句型。那么首先呢，大家把接续先划一下啊，名词的话呢是可以直接加上ならともかく，或者其他词也一形容词、那形容词、动词的话呢，都是用他们的小句啊，简体结句的小句形式加上ならともかく。这个句表示什么意思呢？在讲它的意思之前呢，先补充一些形式。除了ならともかく之外呢，还有还有ならいざ知らず，还有ならまだしも，还有なら別だが。啊，这几个形式的意思实际上和ならともかく意思是一样的啊，再强调一下，所以大家可以把这四个句型放在一起记啊，是一个句型。ならともかく、ならいざ知らず、ならまだしも、なら別だが。他们都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如果是前面这个情况或者前面这个人事物的话呢，那都算了，我就想开了，无所谓了。但是现在问题不是，现在问题是逗号后面这个情况，
那么就啊一种不可原谅，就不可饶恕，或者那么就让人就难以置信，怎么会有这种情况？这个语气。再说一遍，如果是前项，那就算了，那也可以理解，也就无所谓了。但现在问题不是，现在是后项，那真是让人觉得什么骇人听闻啊，这样的一个含义在当中啊。我们来看一下例句。子供ならともかく、大の大人がそんなことをするはずがない。子供ならともかく、大の大人がそんなことをするはずがない。如果是孩子呢，那就算了。一个堂堂一个大人，就不可能做那样的事情的吧？这样的意思。再比如说，新人ならともかく、ベテランの山田さんがあんなミスをするなんて信じられない。新人ならともかく、ベテランの山田さんがあんなミスをするなんて信じられない。如果是新人呢，那也倒算了，我就想开了，原谅他了，无所谓了。但是现在是老手的山田，竟然犯那样的错误，真的是让人难以置信啊。再比如说，時間がないならともかく、暇だったら手伝って。時間がないならともかく、暇だったら手伝って。如果没有时间，那都算了，但你如果你很有空的话，你一定要帮我，这样用法。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呢，我们再来补充一个句型是わともかく或者わともかくとして这个形式啊。那么首先从形式上来看，大家要注意了啊，你千万不能以为都有ともかく这样的一个表达方法，就好像觉得哎意思是不是一样呢？其实完全不一样，或者说他们基本上没什么关系，所以一定要看清楚ならともかく、わともかく是完全不一样的句型。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わともかく或者わともかくとして这个句型的接续啊。接续是很简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わ就是我们学习的表示主题的那个わ，那自然它前面要求只能接名词。那所以名词的话，大家会发现啊，它这里说的就是直接加上わともかく就可以了。但是除此之外呢，他这还写还有一个表达，我们在初级曾经学过，就是卡多卡这个形式，对吧？他说卡多卡这个形式呢，也是可以直接加上哇托莫卡给的。大家想想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大家记得我们当时初级在学卡多卡这个句型的时候，我们就讲过这个卡实际上是一个 insekinicho， 没错，就是一石二鸟的一个卡。这个卡表什么意思呢？既表疑问又变名词。换句话说，但凡带有这个卡的这个词团，我们是当做一个名词的词性来使用的。所以卡多卡它实际上也就是当这个名词的词性来使用的一个词团，一个词组，它自然也就可以直接放在了わともかくとして之前。那么这个わともかくわともかくとして这个句型它表示什么含义呢？它表示啊，前项 A 这个事物呢，我们暂时不去管它，我们暂时把它放在一边，不去说它，不去考虑它。我们先来看看后项 B 是个什么情况吧。啊，再说一遍，前项 A 呢，我们暂时先不去管它，我们先来看看后项 B 是一个什么情况吧。好，这个用法。那么在看例句之前呢，同样再补充一些形式啊，给大家。这那些形式呢，和わともかくとして的意思是一样的，包括了一个是何々は。別にして或者別として。啊，何々は別にして別として。还有呢，何々はさておいて或者何々はさておき，都可以表示前项我们先不去管它，我们先来看看后项是什么一个情况吧，这样的意思。我们来看一下例句。駅前のあのラーメン屋は味はともかく値段が安いので人気がある。駅前のあのラーメン屋は味はともかく値段が安いので人気がある。啊，车站前的那个拉面店啊，它的味道我们先暂时不去说它，但是它价格真的很便宜，所以它一直很有人气的啊，这个意思。再比如说，姉が焼いたパンは見た目はともかく味は美味しい。姐が焼いたパンは見た目はともかく味は美味しい。姐姐烤的这个面包啊，它的这个外观呢，我们先不去管它啊，但是它味道真的是很好吃的。再比如说，这是个对话。セールスマン，属于销售人员先说啊，こちら新しい掃除機です。
買うかどうかはともかくとして、まず1週間使ってみてください。こちら、新しい掃除機です。買うかどうかはともかくとして、まず1週間使ってみてください。这里呢，就是最新的一个吸尘器，对吧？那你买不买呢？我们先不去管它，总之你先用一个礼拜再说啊。然后客人就回答：“哎，一挪，真的可以吗？”然后再比如说，コースの問題はともかくとして、まずこんな商品が売れるかどうか検討してみよう。コースの問題はともかくとして、まずこんな商品が売れるかどうか検討してみよう。这个成本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先放在一边，不去管它，不去讨论它。我们首先讨论像这样的商品到底能不能卖出去，有没有销路啊？这个含义。所以这就是说，ともかくとして这个句型用法，它再强调一下啊，表示前项呢，我们先放在一边，不去管它。我们先来看看后项是一个什么情况吧，这样的意思。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て初めて这个句型。那么这个句型实际上我们在之前也提到过了，因为当时我们学过一个句型是动词可以形成 te coso。当时我们在学习 te coso 的时候呢，我们就把 te coso 的等号等上了 te hajimete， 对吧？那么当然首先揭示的话，大家发现啊，这个 te hajimete 这个 te 都写在这边了，那自然是动词的 te 型去揭示。动词 te 形成 te hajimete 之后呢，它就和 te coso 一样，它表示只有做了什么什么动作之后才怎么怎么样这样的含义。只有做了前项动作之后才怎么怎么样。比如说，玉は磨いて初めて光る。玉は磨いて初めて光る。这个玉啊，只有在磨了之后呢才会发光，所以这里翻译成我们中文中的“玉不琢不成器”这个用法。再比如说，自分が子供を持って初めて親の恩を知る。自分が子供を持って初めて親の恩を知る。只有自己有了孩子之后才知道父母的恩情。所以翻译成中文就是有子方知父母恩。啊，那比如说，病気になって初めて健康のありがたさを知った。病気になって初めて健康のありがたさを知った。生了病之后才知道健康有多可贵。あ、再比如、国を離れて初めて、自国の良さや問題点などに気づくこともある。国を離れて初めて、自国の良さや問題点などに気づくこともある。只有離開了国家之后呢、才会注意到自己国家的好的地方和它的问题的地方、对吧？这样的事情是经常有的。所以、て初めて再强调一下、它就和てこそ一样啊、是、只有做了前项动作之后、才、怎么怎么样的这个含义。接下来我们来学习、にして、这个句型。那么当然、我们在上一册、第三册、第八课当中呢、我们已经学过了にして的一些用法。当时我们学过它的两种用法。一个是、小年纪或者短时间、那加上にして表示、小小年纪或者短短时间就做到了后面这个动作、对吧？还有一个用法呢是老年纪或者多次数，那你的它表示到了这把年纪，到了这么多的次数，才终于总算或者第一次怎么怎么样。但是今天啊，不是这个情况。今天呢，我们にして的前后啊，都跟的是名词啊，名词一にして名词二，而且往往会构成类似于 A にして B でもある。这是最常用的，有的时候呢也会构成 A にして B にもなる啊这个形式。那么这两个形表示什么意思呢？它实际上是表示一个人或者一个事情的双重身份。这个人啊，他既是 A 又是 B， 既是 A 又是 B。我们来看一下例句。彼は医者にして大学の教授でもある。彼は医者にして大学の教授でもある。啊，他既是医生，又是大学的教授。再比如说，福山雅治さんはミュージシャンにして俳優でもある。福山雅治さんはミュージシャンにして俳優でもある。福山雅治呢，他既是歌手，也是个演员。再比如说。
田村さんは IT 企業の社長にしてベストセラーの作家でもある。田村さんは IT 企業の社長にしてベストセラーの作家でもある。这个田村啊，他既是一家 IT 公司的老板，他又是一个畅销的作家。啊，所以这是にして我们今天学习用法。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通り或者通りに这个句型的一个用法啊。那么首先大家观察一下，从形式来说的话呢，有没有这个に无所谓，但是这样写法大家会发现啊，通り或者通りに呢，它都是逗号跟上后向这个用法，对吧？那这个句型啊，除了通り或者通りに逗号跟上后向的用法之外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以何々通りだ这个形式出现。那么以通りだ这个形式出现的话呢，那实际上通り意思并没有改变，只不过它截句了。还有呢，它可以何々通りの这个形式出现。那说白了，通り的意思还是没有改变，只不过呢，它要做定语修饰后面的名词，对吧？那么这个通り它是表示什么含义呢？实际上啊，它和我们在第三册第十课学习的通り的用法是一样的。啊，那这里呢，注意一个地方，就是它们的读音，一个呢是轻音的通り，一个呢是浊音的通り。那么实际上大家也知道啊，通り和通り它们是一个词。换句话说呢，我们在第三册第十课学习的这个通り，它应该是从通り变化过来的。那么到底什么时候要用轻音的通り，什么时候要用浊音的通り呢？那就看接续问题了。其实大家知道，之所以我们在第三册第十课学这个通り，它会有个浊音变，那是因为我们把两个词合成了一个复合词之后，换句话说，两个词变一个词之后呢，它第二个词的第一个假名浊音变了而已。所以如果名词加上这个通り，它之间是没有其他隔住词的，那么它合成了一个词就要浊音变，所以变成了通り。同样的，如果动词是用它的 mas 形去加，是用它的 mas 形去掉 mas 形去加的话呢，也同样就和一个复合词的构成方法是一样的，所以同样是构成一个复合词，构成一个词，所以同样要变成浊音的通り。但是如果名词和通り之间有了 no， 名词用 no 去加通り，这时候呢，名词和这个通り还是两个词，那自然就不用浊音变了，还是轻的通り，对吧？而动词不用它的 mas 形去掉 mas， 而是用它的各种简体终止形、简体结句、小句形式去加的话呢，那同样还是分成两个词，这个时候呢，就还是轻的通り。但是不管是浊音的通り还是轻的通り，它们意思都是一样的，就表示按照前面所说的情况一模一样的去做后面这个动作，和前面是一模一样，完全没有变化，没有不同的状态。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句。第一句很简单，おっしゃる通りです。おっしゃる就是一遇的尊他，您说嘛，对吧？おっしゃる通りです，和您所说的是一样的。当然有的时候也可以用过去式，おっしゃった通りです，也是可以的。再比如说，言葉は自分の思った通りに相手に伝わらない場合が多い。言葉は自分の思った通りに相手に伝わらない場合は多い。这个语言啊，没有像自己想的那样去传达给对方，这样的情况也是很多的。再比如说，今度は言われた通りにやりなさい。今度は言われた通りにやりなさい。这次呢，请你按照被说的，换句话说，就是按照人家跟你说的去做。啊，下面，そのドラマはみんなが期待した通りのハッピーエンドで終わった。そのドラマはみんなが期待した通りのハッピーエンドで終わった。那么那个电视剧呢，最终以和大家期待一样的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呢结束了。啊，所以通り和通り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和前面一模一样这个含义，但是呢，它们唯一区别在于接续，接续导致了它到底要不要浊音变的问题。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ことだから这个句型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ことだから它的两个用法。
第一个用法很简单，为什么呢？说白了就是ことをだから的一个组合。こと就是事情，名词事情的意思，对吧？所以大家会发现它的接续的话，就一句话怎么接名词，怎么接上ことだから就可以了，事情嘛。而だから中的から就表明理由的，那么自然这から接名词的时候呢，肯定要有个だ。所以所谓的ことだから第一个用法就是不是一个句型，而是ことをだから这两个字一个组合，就是因为是这么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怎么怎么样，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句例句。これは本当のことだから信じてください。これは本当のことだから信じてください。是因为是一件真的事儿，所以呢请你一定要相信。再比如说，娘の人生に関わる大事なことだからゆっくり考えさせてください。娘の人生に関わる大事なことだからゆっくり考えさせてください。这里跟你関わる这个形式啊，它表示和什么什么有关，而且往往是事关重大这个意思。所以因为是一件什么事儿呢，是和我女儿的人生息息相关的大事，所以呢请允许我好好的思考一下。再比如说，自分のやったことだから自分で責任を取りなさい。自分のやったことだから自分で責任を取りなさい。因为是你自己做的事情嘛，所以请你自己负起责任来。啊，这样的含义。再比如说，クラスの規則はみんなで決めたことだから個人の都合で変え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クラスの規則はみんなで決めたことだから個人の都合で変え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这个班级的规章制度啊，因为是大家一起决定下来的事情，所以呢是不能根据个人的情况来改变的。所以ことだから的第一个用法，第一个用法和句型的用法没有关系，就是事情的こと和原因理由的接续助词から之间的一个组合而已。第二个用法的话呢，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固定句型来学了。在这个情况下，大家记住了，ことだから这个句型情况下，它前面只接名词加上のことだから，而且还不接其他名词，它必须接的是表示人的名词加上のことだから这个形式。它表示什么呢？表示正因为是前向这个人，我才会做出后面这个动作，或者做出后面这个判断，这样的含义。好，再说一遍，正因为是前向的这个人，我才会做出后面的这个动作，或者后面这个判断，这样的意思。比如说，親切な木村さんのことだから、頼めばきっと助けてくれるだろう。親切な木村さんのことだから、頼めばきっと助けてくれるだろう。正因为是一直很热心的木村，所以我才会做出后面这个推测什么呢？只要你拜托他的话，他一定会帮助你的吧。再比如说，綺麗好きな彼女のことだから部屋も片付いているに違いない。綺麗好きな彼女のことだから部屋も片付いているに違いない。因为是非常爱干净的他，所以呢房间也一定很整齐的吧。再比如说，いつも時間にルーズな彼のことだからまた遅れてくるかもしれない。いつも時間にルーズな彼のことだからまた遅れてくるかもしれない。哎呀，正因为一直在时间方面很松散的他，所以呢我才做出判断说，哎呀他可能又要晚来了吧。再比如说，部下の意見をよく聞く部長のことだから何かいい提案があったら直接言っ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部下の意見をよく聞く部長のことだから何かいい提案があったら直接言っ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这位是一直很愿意倾听部下意见的这样的一个部长，所以呢我觉得啊，你有什么提案的话呢你直接说比较好。所以如果是作为句型使用的ことだから的话，再强调一遍，它前面只跟表示人的名词啊，表示正因为是前向这个人，所以呢才怎么怎么样，这样的态度。好，那么第八课的句型呢到这里就全部讲解完成了，下一讲我们将进入第八课课文的学习。